事情将会发生，每段路都有即将要来的旅程，每颗心都有值得期待的成分，每个人都有爱上另一个人的可能。相爱就不能害怕会有伤痕，没有人完整，却有人能信任，才找到永恒。现在就要启程，只有你能带我走向未来的旅程。想到达明天，现在就要启程，你能让我看见黑夜过去，天开始明亮的过程。天开始明亮的